哦，笑死人了。好好笑！啊，这个闪电很讨厌，没有闪电就 OK 了。哈哈，对。I killed you. 哦 shit！ 哈，那个我那个 glider 要打开了，害我差点掉去了。我丢啊！那回来了，回来。啊，救命！来了，佳琪。I'm a guitar. 我看到你了。啊，我自己可能先掉一只，我先要，你知道的意思吗？嗯 ，OK。哎，好笑哎！我要先起来后，我要先按我的跳，然后再按那个三。打 buff 了，现在减33%的 damage， 所以呢，你不会那么快就down掉。我的，佳琪，我都已经为你做到这一种地步了。我再试试看，再跳，从另外一个那个算正常的方法跳跳看。妈的，真是的。没有关系的，不要正常的方法了。等等掉下来，我救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旁边不是有个树吗？如果掉下去，如果 life 不够的话，我就跳到那个树上就好了。那树没有闪电嘛？我刚才忘记了。这个 angle 不对。I'm finally have a special item. By the way, I hit Q and then hit Spikey. 所以我就死掉了，没有关系。哎，你就不要，你还是决定用正常的方式啊 ？OK。哎。我们已经到后面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托鲁就刚不是在你面前吗？就用刚才那个方式吧，摔下来吧，让朋友来救你吧。啊，哇！就用不正常的方法啦，我来救你了。我现在就站在树旁边。算了，再试一遍。OK。现在摔死了。你那个试一遍，那个遍还没讲完嘞。哎、欸，他可以在树上面这里哎、欸，树这边可以哎。Did you see that？ 我在跳树那边哈。对啊。OK， 大家都救了。God， 又摔死了，又没救到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哎、欸。对，跳到树那边就好了。我就摔那个树根上面就好了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没死。好。
怪。我已经站在 edge 那个地方跳，在跑的啦、啊。啊哈，我，等你过来的时候，我再帮你打一个 buff 好了。停那边一下。我要帮你打个 buff 哦。什么 buff？ 还可以 block 一次，还可以快那个 25%。不是，重点不是那个，是那个 angle 不，那个 angle 不对。你现在可以了，因为现在快一点了，速度。Yeah, 我跟他讲话，对。哎、欸，我就过去就好，对不对？啊、uh-huh. 哈、欸。哎，怎么又回到这边来啊 ？Oh shit， 我们两个的那个都没有了，你没有了。你要再重新一次，我跟你走吧，来。我为什么我要重新？因为死掉了，你那个蓝光就没有了。什么？死掉就没有了。你现在第一次跟另外一个机器人讲话，那个身上有一个蓝光嘛，那个蓝要那个蓝光才可以过去，所以你现在要在这边再走一次，要再跟那个机器人讲话，就是往 reverse。我滑下去了。没关系。哦，对，刚刚之前就讲过一句话嘛，学不是学了吗？失败为成功之母。那、啊、你人呢？没有，我刚刚又掉了。你啊！啊！我不能死啊！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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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要我死的，还有这样子的。但是你好像有点急躁了，慢慢来。你知道这种东西一急了，然后就一直掉。不是。I'm not the porcupine. Oh, dang it! 按钮不听话了。我已经按了。I just found the porcupine. 我居然摔死了！哦，等等哦 ，OK OK， 等一下，上不来的啦。我刺杀就好了。哎，不用，不需要刺杀，我来了。你根本你没办法来。不用，我来了，来了，佳琪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，在上面了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就进那个 portal， 不是就把我泼到上面，碰到上面那个 portal 了吗 ？Teleport 到上面那个 portal， 对呀、啊。来吧。Girl Snapple fan, I love Snapple. 我们先去把那个怪兽处理一下。Get your water balloon. 过来了吗？好，跟他讲话。这里的话就一定要先从这里了，要不然因为你 没办法回去上面嘛。哎，我们可以回去上面吗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反正大不了就是。重点我是不能死就对了。你不能摔死，你可以从悬崖这边掉下去，但是你不能摔死，懂吗？谁？我掉下去没有问题，但主角不能摔死。Yes, we're winning. 哎，那刚才我没有摔死啊。佳琪，你忘了你还要我救你啊？怎么没有摔死？
这里嘉欣。好，等等，我先帮你。啊，哦，这边对，我帮你先打个 buff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， 走。等一下，我那个要打那个 buff。嗯哼。我帮你先打，可以 block 一次，然后又可以增加 20%， 30变32% 的速度。Yep. OK， 跟他讲话，机器人讲话。哎，不要继续跟机器人讲话。Oh, thank you. 哎，我进这个 portal 了。我进了。Oh, I found it. 还要再跳啊？不用再跳了。不用再跳了，你就可以。再跳呢？不是，因为你没有跟机器人讲话啊。我没跟机器人讲话。对啊，我看你没有跟机器人讲话，我还叫你说跟机。OK， 佳琪，我还叫你跟机器人讲话，你忘了？还要再跳啊？不用了，哎，就剩这个了，就没了。这个很简单，只要他喷冷气的时候不要跳就好了。Can you come back? Oh shit.又水我跟你讲他冷气的时候不能跳啊笑死跳！不是，我那个正要跳的冲的时候，他那个刚好就上来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讲了不能跳，因为那个冷气好像讲太晚了。我刚跳，我刚要跳的时候，他刚好就喷了、啊。我要等那个气，那个冷气。妈，又是这样子。我身上已经没有那个蓝色的了，可以哦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因为这是下一关了，我们要拿新的蓝色的。还要，哦 man。这一关很简单，这一关只要你有 patience 一点，你身上在接兵的时候不要跳就好了。Stay。哇！哇 ！Go go go！ 小心这里有风哦，有风了！啊！佳琪，不要走错哦！哎呦，是这边，佳琪，对，好，往相反的方向跳。No， 佳琪，这边 ，right here， 对。没钓到
这就真的上不去了。后面 ，behind you。我知道我在看着 angle 对，我对 angle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刚没有救人。哦、oh. ，啊啊！我的 keyboard， 走吧，佳琪。跳啊！差不多结束了，这个是最后一个了。OK， 这里了，往这里了，也是一样。有冷气的时候不要跳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接动了。哦，我不行了，我接动了，我动的全身动，怎么动这么久啊？啊！我要跳的时候它就接动。对啊，妈呀，真讨厌。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跳这一部分，但是不需要绕去刚才那一部分了，因为这样不算死掉。Go， stop right here。走，搞定它，对，小心有风。喂，佳琪这里。哦，就直接过去了。对。OK， 结束了。啊，跟机器人讲话。哎，我身上没有那个哎。哦，不用了，这里已经不需要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打最后那个小 boss 就结束了。Over jump， 没有看到你的踪影，已经知道你。这些一定要 speed 吗？其实不见得，但是看你。哦，差点又摔下去，就是小 boss 啊。嗯。
买点什么 ？Donut 啊 ？McDonald？OK OK 好。哦 ，OK 好，乖乖。第一次做完。